啊，礼拜三、礼拜四跟本市最近，东北角山区跟东南侧山区一势非常明显，一定会达到大雨等级以上。杜苏芮台风逼近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上午主持岛岸汇报，要求各局处严阵以待，但选举也不能放松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到处争取民众支持，前一天也访前云林县长张荣卫，周二又到大甲镇澜宫和董事长严清标会面，手牵手展现好交情。来，我们的兄弟啊，没有话讲。访日准备好了吗？对于整合郭董还看不到契机，侯友宜先安排飞到日本，7月31号到8月2号到东京访问，期间将拜会日本国会议员、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及侨界人士，并接受外媒专访，参访东京妈祖庙和松本楼，甚至传出会见到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。侯友宜通过党内提名后，首度以总统参选人身份出访，为此向新北市府告假3天，就看访日成果能否为选情加分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简、追永如，台湾综合报道。